现在呢，我们已经进来我们的饭店，先看一下厕所。我现在没有戴口罩，这里有免治马桶。对，哈哈。好，现在呢，现在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现在有我们的两张床，还有我们的包包 ，Starbucks 超好喝，樱花口味的 Frappuccino， 还有我们外面的 view。可是这个窗户我觉得不打开是比较好。然后你们看，哦，接电话。我们今天这就是最后一天了，那明天的影片应该会放在这支影片，或者我会额外一支影片，因为我其实 SD 卡已经不够，所以拜拜。Hello， 今天呢，我们一大早，今天要先去吃早餐，然后就去机场要回台湾了，对。然后这是早上看起来的感觉。然后这里有个运河，对，然后那座塔就是昨天我们拍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去吃早餐吧。我们的飞机来，全日空航空共同为您服务的 BRD-105号转会机前往台北。Until I